北部山路指标赛事北马双溪樱花马拉松24号在阴雨湿冷的天气中开跑。赛事虽然只有分成全马和半马，但仍吸引超过3000名的跑友前来征服这条赛道。从双溪高中出发，起伏的地势，优美的景色，参赛跑友来自全台各地，甚至有跑友每届都来参加，可见双溪樱花马拉松是非常有口碑的马拉松赛。每一年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双溪樱花马的这个赛事呢，对于志工的热情，还有对于跑者支持这个赛事的一个热情呢，其实我们都看得到。所以虽然今天下雨很辛苦，但是大家其实都热情不减，热情不灭这样子。冷气团来袭，有时又冷，上下坡的赛道，再加上路面积水湿滑，地形及天候因素是跑友竞速的重要关键。我事先有用 Google Map 先查过，然后有用跑步机模拟过5%的坡度。那其实今天跑起来的话，那真的是这个赛道真的是名副其实，就是因为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上坡嘛。那可是好处是说，它是折返路线，所以去程是上坡，那回程就是下坡。那我觉得今天有一点美中不足，就是因为下雨，所以路面会打滑，所以在下坡路段的部分比较没办法放开去跑。尽管天候恶劣，全马冠军李志群实力坚强，冲破大会纪录。女子部分曾是2016年扎达马女子全马冠军的女将邱丽青，初次征战双溪樱花马就拿下第一名。路线跑起来感觉风景还不错，那空气也很好。那对于今天的天气状况，其实我比较喜欢下雨天跑的感觉，因为毕竟那补给会比较少啦。因为进水站的机会也比较少，如果大热天的话呢，进水站几乎是每一站都要进去喝。双溪樱花马连续举办第11年，不仅贴心的提供跑友露营，延续做公益的传统，广邀跑友捐出全新衣物给教养院的院友，成为赛事的另一焦点。孙乃 TV 新北报道。